校组织大家一起去看画展，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？宝宝，你喜欢画画吗？喜欢。那你可以帮妈妈画一幅肖像画吗？好的呀。我的天呀！宝宝，你的画是抽象派的吗？我有那么丑吗？我的画是抽象派，妈妈是魔鬼派。看来我得带你去接受艺术的熏陶，培养你一点文艺的气质。什么是文艺的气质？就是小淑女啊。好的，妈妈，我要做小淑女，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？妈妈要帮你搭配一套文艺气质爆棚的衣服，怎么样？好。蕾蕾，你看妈妈帮你选的这件暗红格的衬衫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再搭配这么一条深灰色的短裙，是不是很有文艺气质？想象不出来。没关系，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变装成功，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气质爆棚的小淑女。好期待呀！秋冬季节的短款外套和短裙有很多种搭配方法，选择颜色暗红色的格子外套，加上深灰色的短裙，褶皱的处理带给人精致的感觉。一身合适的文艺复古风，可以更好地带入孩子走入意境。加上帽子和围巾的搭配，可以将淑女的文艺气质大大提升哦。